什么？你是刘贵妃？怎么，怕了吗？不不，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。你是段皇爷的妃子，段皇爷如果知道了，一定会非常生气，他肯定会重重的责罚你的。这，我不怕。这大理皇宫就像监牢一样，我再也不要当什么妃子。伯通，我要和你远走高飞。可是我们能去哪儿？去哪儿都行啊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就算是死我也不害怕。对了，你等一下，伯通，伯通，这是我亲手绣的，送给你。段皇爷，我师弟已经把他的丑行都告诉我了。身为全真掌教，我除了向你请罪之外，别无他话。现在我把他捆来，任由你处置。王真人言重了，学武之人应以义气为重，女色为轻，岂能为了一个女子伤了朋友的交情？来人，在，给他松绑。是。也罢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不再追究什么，就成全你们，结为夫妻吧。啊不，结为夫妻，这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伯通，段皇爷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的爱妃。如果知道，周伯通万万不敢。我现在已然是追悔莫及。俗话说，君子不夺人所爱。这结为夫妻之事是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周伯通，你忘了你对我的海誓山盟了吗？你忘了你说过你会永远跟我在一起了吗？我没忘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贵妃呀。都是我的错，你忘了我吧，忘了我。周伯通，如果你爱他，何以坚持不要？倘若你不爱他，为什么做出这等事情来？我大理虽是小邦，但也不能让你如此随便侮辱。段皇爷，我这件事我做错了，如果你想杀我，尽管来，我绝不还手。我怎么会杀你呢？不杀我？你真的不杀我？多谢皇爷。